今天我带您来体验一下这款中动玩具最新出品的36厘米14寸的一个大更脸箱 MK3， 据说是全国限量9000个。我们看看做的到底怎么样，不到500块钱的价格值不值？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啊，漆水还是很亮的，做的不错。关节呢，可动性也比一般的大钢铁侠要多，像手啊、肘啊，包括这儿，哦，这还是有两个配件，包括头，还有膝盖，膝盖这是两个关节，还有脚，脚掌部分也有关节啊。另外，胸甲这儿是可以打开的。取出之后呢，可以看到一个内部金属结构的一个细节。我们再看背部，背部这里的扰流板可动性比较强，还有好几块，一块，侧面还有一块，两块，这是两块，看。这两片扰流板也可以掀开，掀开之后一边可以充电，一边是开关，按下之后我们看眼睛和胸口是可以发光的，帅不帅？